前年台湾粉丝见面会。
是我们的第一次海外粉丝见面会，还有粉丝们给我们很多爱情，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再次来台湾跟大家见面。 请等一段时间，谢谢。真的希望快点开单独演唱会。对。 然后他们现在就是有在那个准备那个回归嘛，然后这次希望可以跟粉丝们能够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。就成员们他常常在网络上面分享宠物跟娃娃的。能够你他就朋友都不理那，你用上这边网络的，他是怎样？ 평소에 자신만의 힐링 포인트가 있다면? 그 침대 위에 부드럽고 말랑말랑한 인형들이 많은데 그거를 끌어안고 누워 있으면 굉장히 마음이 편해집니다. 他床上有很多那种软软的那种娃娃，所以呢，他每次就是这样抱着那些娃娃的话，其实就会心里面变得很舒服，对，很放心的。